使用 720p 可获得更好的图像质量。注意，不保证马来语和华语翻译的准确性。论文是由尊敬的 Sritaran A. Arumugan 先生床 Tassel 荣誉学位马来西亚伯特拉大学 CEFRC 二资格认证英语教师电子邮件 3hero 地址符 gmail.com YouTube 频道 Malacca Explorer 请点击赞订阅并与您所有的朋友和家人分享我所有的论文视频但让他们在 YouTube 上观看。请慷慨捐款至我的 CIMB Bank Burhead 账户马来西亚我名下的 7027996813。谢谢。PT3 论文5最喜欢的餐厅或小餐馆4椰浆饭 No CIM Fikri。位于马六甲艾吉勒 Air Cairo 马六甲艾吉勒 Air Cairo 的 No CIM Fikri 是我家庭生日庆祝活动的首选以其美味的清真鸡肉菜肴而闻名这家餐厅的显著特点是其无可挑剔的干净环境以及温馨宜人的氛围菜单以鸡饭为主提供各种以鸡肉为中心的美食每道菜都散发着和谐的味道完美迎合味蕾该餐厅遵守清真标准加上其卓越的烹饪使其成为受到不同顾客欢迎的场所真正让它与众不同的是每顿饭菜的质量和一致性让每一次用餐体验都令人难忘我毫不含糊地推荐 No CIM Fikri, 因为它的食物和氛围非常出色确保在任何场合都能享受到满意的餐点。它是艾吉勒 Air Cairo 的一颗宝石因其出色的产品而值得所有赞誉。使用 720p 可获得更好的图像质量。注意，不保证马来语和华语翻译的准确性。论文是由尊敬的 Sritaran A. Arumugan 先生床 Tassel 荣誉学位马来西亚伯特拉大学 CEFRC 二资格认证英语教师电子邮件 3hero 地址符 gmail.com YouTube 频道 Malacca Explorer 请点击赞订阅并与您所有的朋友和家人分享我所有的论文视频但让他们在 YouTube 上观看请慷慨捐款至我的 CIMB Bank Burhead 账户马来西亚我名下的 7027996813 谢谢PT3 论文5最喜欢的餐厅或小餐馆4椰浆饭 No CIM Fikri 位于马六甲艾吉勒 Air Cairo 马六甲艾吉勒 Air Cairo 的 No CIM Fikri 是我家庭生日庆祝活动的首选以其美味的清真鸡肉菜肴而闻名这家餐厅的显著特点是其无可挑剔的干净环境以及温馨宜人的氛围。菜单以鸡饭为主，提供各种以鸡肉为中心的美食，每道菜都散发着和谐的味道，完美迎合味蕾。该餐厅遵守清真标准，加上其卓越的烹饪，使其成为受到不同顾客欢迎的场所。真正让它与众不同的是每顿饭菜的质量和一致性让每一次用餐体验都令人难忘我毫不含糊地推荐 No CIM Fikri 因为它的食物和氛围非常出色确保在任何场合都能享受到满意的餐点它是艾吉勒 Air Cairo 的一颗宝石因其出色的产品而值得所有赞誉